长超难搞，现在的老师不好当，把老师当成万能保姆。小布丁他很挑食，说那麻烦老师看他能吃完。我想老师讲话他会听吗？我觉得这样应该不算吧。那个1000cc 的水你带出去，有时候喝一口，喝两口回来，想喝水是吗？我的老师两杯孔灭的，偶尔可以看一下吧。这个饭跟一样，我说老师拜托你以后帮我看着他吃，他一定要吃完。老师还要陪饭局啊，一起丢丢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打跟班。